其实《Hey》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就是人走不出过去的感情，然后一直迷失在过去的情感里面。那这首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来，然后勇敢的去找自己的爱，只好爱自己。所以这张专辑的歌曲其实有很多很多自然而然会让你感动的成分在里面，有自己很独特的生命力啊。我第一次听到《Hey》的时候呢，其实那一个音乐里面就马上呈现整个画面给我，让我看见整个音乐的世界该怎么去塑造。《Hey》这张专辑其实有三个不同的概念，这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三种颜色。第一个就是黑色，黑色就是代表我们人的一些内心的负面情绪，它可能是忧郁啊，然后不安啊，或者是怀疑等等的。那第二个颜色是透明，透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第三个就是白色，白色就是有希望的感觉，有一个期待的感觉，然后有一个好的祝福。